佢基本上全場阿根廷都控鬼住個波，感覺上個控球率多好多咯。咁但係加拿大守得都唔錯啦。佢上半場如果真係0-0，我覺得贏咗噶啦。即係如果佢可以逼到90分鐘0-0，咁啊真係犀利咯。跟住，哦，博12碼，跟住仲要贏埋咁，好過癮啊！咁樣就，美斯，香港啊唔出場，加拿大又出場，日本又出場，今次睇下佢踢唔踢足全場啊！哈哈，咁啊好俾面加拿大啊！哇哇哇！哎，扭啊扭啊！哎，假噶！哎呀，扭得嚟都已经冇啦！快啲！冇噶啦呢啲！哎呀！哎，交翻俾人！哎呀呀呀！好好！但加拿大居然肯，加拿大居然攻喎！如果佢真系样衰衰，真系俾人咁样。调翻转头攻唔掂，跟住就反攻，跟住就输波咁啊，样衰啊！佢居然攻啊！我估佢全力守啊！有啊！唉、哎，佢真系进攻得太紧要啦！加拿大变咗后防空门咁样，哇！呢、這个靓仔几个人，系啊，成班人走晒前面。哇！跟住單刀咁啊，有啊，冇啊冇啊，個後衞喺佢後面啊。點解可以咁空嘅？係啊，佢都話衝曬上前面咯，頭先都講啦，佢衝曬上前面攻。你睇，哦，大少龍換過曬，哇！個球入，哦，入唔到。哇！回大入啊！哇！死啊死啊死啊！又單刀啊！哇！美斯真系打足全场，比尤士利呢个梅建国，几好啊！有美斯，阿根廷人最佳。OK 啊，输两粒算系咁啦。我输三粒，输三都冇计啊！希望入翻一粒都好啊。希望咧就唔好输三就。佢仲好进取咯，我觉得加拿大。哦，20 OK 啊，我最尾系估中20嘅。